完了完了，刁端保护出发了，怎么突然间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呢？不会掉大分吧？没事没事没事，一定不会掉大分的。公公实力这么强，肯定不会掉大分的。本局好像是从 P 港到达 S 城，看这个样子他是准备找车转移，然后去他的老家小核电站。公公能不能不要到车库拿车呀？车库真的很危险的，我只能祈求不要有人跟他抢车。还行啊，没看到人啊。完了完了完了，身后怎么就有两个人呀？没事吧没事吧，啊没事，这两个人都跑了，小意思。公公是第一个落到车库的，哎呀，怎么是个破三轮呀？这怎么办呀？有个小手枪，先把小手枪捡了，赶紧走，扣他扣他扣他！哎呀，没子弹了，再捡点子弹，锤他锤锤锤锤！没事，这下有事了，该怎么办呀？先撤一手吧，先往后跑，快跑快跑快跑！趴下，他追过来了呀，这可咋整啊？快跑快跑，开全部麦叫爸爸呀！公公，快点开全部麦呀！你怎么全部麦还是关着的？哎，好像没事，应该可以跑掉。哎，公公一直在鬼跳，对面好像没有掌握到公公的信息。翻进去拿枪，翻进去拿枪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有枪了有枪了。这是狙击的吧？他在嘲讽什么呀？这些狙击的怎么这么讨厌呀？烦死了，烦死了！当个主播怎么这么难呀？要不算了吧，咱不干了吧。刚才那个三轮车他都倒着开，那个人都不打，非要来打公公，烦死了。现在好了，公公下播了，我也没素材了，我还有一群嗷嗷待哺的小粉丝等着我给他们投喂视频呢。哎，今天就这样吧，明天见明天见。48呀。